先给你们看一下啦，它穿起来就是这样，它是有一点点腰身的。那如果你不想像我穿起来这么的合的话，你可以选尺寸大一点，因为其实它是没有做肩线的，它 S M L， 对，所以你可以选尺寸。我个人是穿 S 号。它这一件呢，它也跟这个连身裤的料子很像，它也是棉质的，而且它的棉质我觉得它没有到非常的薄哎、欸，你知道它是有一点点的挺度的，然后它这个棉呢，夏天是绝对穿得住，而且你看它这个白色，我这个手放进去，如果正常穿浅色的内衣裤，它就不会透了、啊，五个颜色嘛，对，白色、灰色、杏色、粉色、黑色，像这种连身裤，它是没有分季节的、欸，嗯，春夏秋冬，我觉得你其实都可以穿，因为其实就是插在你里面要搭什么而已。对，好，然后这一件呢，哎，它整件哦，这个用布料全部都是棉质，哎，非常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它很人性化的是，现在可以调，因为它如果固定一个的话，很多小个的女生就会觉得它穿起来太长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这个肩带是有弹性的。我身上穿的这个是深蓝色，然后再来是这个黑色，两个色其实很像，哎、欸，我应该不需要就是穿黑色给你们看吧。